爷爷托梦把名字都取好，大时代男星喜获双胞胎儿。因在《明视八点档》《大时代》饰演暖男孙焕然而爆红的马俊麟，今天早上喜获双胞胎星星圆圆，出生体重各约2400公克，是健康宝宝。马俊麟开心说，今年过年去拜访爷爷的妹妹姑奶奶，92岁的她有说梦到爷爷，有托梦说马家家族会诞生双胞胎，也把梦中爷爷说取好的名字当成两位儿子的小名，觉得非常有意义。马俊麟表示，一开始双胞胎儿子要出生时真的很紧张，老婆半身麻醉他也尽力安抚他，觉得老婆从怀孕到生产都非常辛苦。今天报道两位儿子时眼眶马上泛红，直说真的超感动的。